早前宣布以共和党身份参选11月3日市长选举的华人社工李爱晨，2月25号与超过15名支持者在市府门前举行保护移民和家庭立即建墙集会，期望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禁止非法移民入侵美国，并斥责三藩市民主党官员腐败滥用职权和纳税人金钱，呼吁民众为李爱晨投下一票，以改变城市政治、经济、民生。分别落选2018年联邦参议员和三藩市市长选举的共和党籍候选人泰勒和格林伯格出席参加。